如果工程真系有问题嘅话，我会考虑正式控告泽峰。有人借公司嚟掠水，仲整抽公司职员，我点都唔会再拎钱租用佢噶啦。如果我有事嘅话，实汤米落水。如果间公司俾人告咧，我一定拎唔到身噶。攞晒体育馆、间工程所有嘅花楼同我房，我哋要谂下点样拆弹。